中国的路是世界上最有挑战的路，他们始终与开拓者一起共同感受每一种路况，共同去经历各种真实。他们传承工匠精神，他们致力中国制造，服务世界，驱动全球。30年，专注做一件事，为世界造好胎，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品牌的力量。山东永盛橡胶集团始创于1986年，坐落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米，现有员工6000多人，目前拥有山东永盛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三泰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三辰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永龙橡胶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子公司，是集全钢子午线轮胎、半钢子午线轮胎及相关配套产品生产、科研、销售及对外出口为一体的国际化高科技产业集团。立根始于乡园中，咬定质量不放松，千磨万击更坚韧，出奇制胜沐春风，这是永盛精神，绿色制造，不断创新，共赢发展，这是永盛理念。1986年，集团创始人沈石铎氏在东营地区率先创建了以像素产品生产、销售为主的民营企业——永盛橡胶公司。1996年，公司紧紧围绕市场需求，投资500万元新建斜胶轮胎项目，永盛集团正式进入轮胎行业。随后企业不断扩张，截至2000年，由原来的年产30万套迅速扩张到500万套，产品规格多达几百种。2002年初，投资4亿元成立国内第一家完全由个人出资新建的全钢子午线轮胎生产企业——山东三泰橡胶有限公司，并顺利通过国家权威部门鉴定，全面贯通生产。2006年初至2007年，公司退出斜胶胎市场，集中精力向子午轮胎规模效益及产品档次升级快迈大步。投资10亿元，在广饶开发区建厂增建年产6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新建年产500万条中高档性能轿车、卡客车半钢子午线轮胎生产项目，不断为永盛品牌的世界驰名努力着。自2008年到至今2018年的10年间，永盛人靠着顽强拼搏、艰苦创业的精神，紧抓市场脉搏，自信执着，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全面满足并不断超越用户期望，实现了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企业先后开发出各种轿车、轻型、中型、增长型和出口型载重子午汽车轮胎及经济型、舒适性、雪地、湿地防滑、高山雪原、省油绿色环保及各种超高性能的卡客车轮胎。目前，公司已具备年产全钢子午胎500万套、半钢子午胎2000万套的生产能力，自主研发全钢、半钢子午胎近100个系列，几千种规格。每个规格能覆盖全系列花纹，可实现轮胎制造私人定制，全面满足世界各地不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我们所有的系列的产品，除了在设计上有所区别，在原材料、生产、工艺、检测等方面都是相同对待。
目前高端永胜轮胎在超载能力和长途耐磨方面表现非常好，可以达到国内国际一线品牌的品质。中端吉祥系列在同等价位的产品中呢，市场表现最好，在国内属于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产品。而经济型系列，在价格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为我们对质量呢从来不马虎，一直用中高端产品的标准来要求。作为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呢，相信未来一定给大家提供市场实销对路的产品。集团以创建全球用户信赖的国际化轮胎专业制造企业的奋斗目标，追求品质卓越和技术创新，大胆突破，解决了各种国际一流企业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形成了与国际一流企业相媲美的独特设计，并申请通过了20余项专利，一次性通过了 TS16949 质量管理认证、 ISO90001 质量体系认证、安全认证、国家 3C 认证、美国 DOT 认证、欧盟 ECE 认证、沙特 SASO 和 GCC 认证、尼日利亚 SONCAP、 乌拉圭 LATIO 及巴西 IMETRO 认证等。现在我们永胜研发的各类产品都是世界最领先的，其中针对全世界，尤其欧洲标签法对产品要求非常高，我们永胜集团针对此项技术专门研发了自己的一套系统，是国内区别于所有同行中唯一的最领先的技术。相信在我们永胜全体员工、技术研发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为客户创造国际最优质最一流的产品。集团始终坚持诚信为本、务实创新、品质为基、速度制胜的发展战略，连续6年同居全钢子午线、半钢子午线轮胎日产量第一、出口创汇第一，先后被评为山东省百强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海关出口 AA 类企业等荣誉称号。吉祥、骐达等卡客车载重子午线轮胎品牌和路泰莱、赛图、Evershine、Trackmax 等各种中高档轿车子午线轮胎品牌，凭借卓越的品质、优良的性能，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洲等150多个国家级地区，获得全世界高度赞誉。截止目前，集团共为社会提供6000多个就业岗位，与全国各大高校强力合作，成为山东大学、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各大高校学生就业实习基地，为3500多名大中专院校人才实现梦想，为2500名社会人员提供再就业机会。根据员工购房需求，公司已完成100栋楼90平米至130平米楼房永胜小区建设，为集团优秀单双职工提供住房。在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下，永胜人靠着顽强拼搏、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奋斗精神，现发展为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出口一条龙服务的国际化集团大企业。预计2025年，公司将实现高档半钢胎1000万套的生产能力，届时公司将具备年产全钢子午胎1000万套、半钢子午胎3000万套的生产能力，销售额150亿元左右。匠心制造，通达天下，引领世界，驱动未来。永胜人自信满满，执着向前，以发展民族轮胎工业、全心全意造福回报社会为己任，坚韧执着，不断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品牌的力量，用智慧书写一段无悔的人生，用激情
描绘一幅传奇的未来。永盛制造，与世界同行。